老师，人生指挥家，没有了你们，我来怎么玩游戏？我来怎么玩麻将啊？是不是？我这麻将得玩成什么毛线样子啊？是吧？谢谢各位那个衣食父母啊，谢谢各位那个人生导师。好了，今天麻将咱们就先玩到这里，我们先赶快的点一首歌，好不好？点一首歌，唱一首歌给大家。然后呢，大家可以打出来，打在这里，我数三二一，我数三二一，然后我眼睛闭上，看，然后睁开眼睛看到的第一首歌，无论是什么歌，我都唱给你们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吧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看到什么？看到了一个吹海风。哎呀，现在吹海风是可以的，谢谢吹海风。行，吹海风，那就吹海风送给大家。吹海风，哎呀，最近有很多小伙伴在点那个其他的歌，诺言，我知道诺言最近可火了，但是我感觉我嗓子唱不出那种沧桑感。诺言，我学一下好不好？我学一下。我到时候学一下给大家唱诺言，我来找一找啊，我来找一找，先找一找我们的看到风，我听一下诺言呢，我听一下怎么唱呢。哎，不对，我真的这哦，对对对，郭有才唱的诺言吗？我知道他这两天可好火呀，在和那个菏泽火车站，我唱不出来那种沧桑感，我唱了要被你们喷的好吗？我听一下。哦，我听他副歌那儿。是你让我啊，就是这首歌，我说。比天深。无奈人在风里，人在雨里，人在爱的岁月里飘。不行。你我不能重头，不能停留，不能抗拒命运所有。我唱不出这种感觉，知道吧？如果不这样唱，我这声音，我这小细嗓、小尖嗓咋能唱出啊？一个破碎的圆，破碎的美梦，留它有什么用？我唱不出那种破碎感，家人们。而且是男生，我的音太高了，我低不下去，除非给他升个调，我听一下。这四个调，听响。所有想挣脱为爱带的枷锁，熄灭为爱点亮的烟火，一个破碎的梦，破碎的美梦，留它有什么用？无奈人在风里，人在雨里，人在爱的岁月里长留。你我不能重头，不能停留，不能抗拒命运左右。就这样松开你的双手，熄灭为爱点亮的灯火。我要开着混响才行，学一下，直播学首歌。前面不会，我只会听，我只听到中间，刷到中间那个短视频。无奈人在风里，人在雨里，人在爱的岁月里长留。你我不能冲突，不能停留，不能抗拒命运所有。想挣脱为爱带的枷锁，熄灭为爱点亮的灯火。一个破碎的圆，破碎的美梦，留它有什么用？无奈人在风里，人在雨里，人在爱的岁月里漂流。你我不能冲突，不能停留，不能抗拒命运左右。就这样松开紧握的手，熄灭为爱点亮的灯火，让爱走，让用自己的自由。啊，
的，我这真的模仿都不像，这有乳鸽了，真的乳鸽了。我不明白，那有才老师真的对不起，他们非要我唱。我这真模仿不像，我这嗓子真模仿不来。好啦，我要唱我的那个吹海风啊，吹海风。因为我看到好多人在。